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还会有萧敬腾。我是杀手，我在七天之内要把你杀掉。是，那还是生气还是快乐？我不知道。You thinking that my baby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好，欢迎回来，步步高院首席 MTV 国际音乐榜，我是深圳飞安迪。我们今天来了大来宾，我们欢迎萧敬腾。你好，还有你好，终于上我们节目了。不过其实我们萧敬腾他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狂想曲》呢，现在在整个台湾地区啊，以及在内地很多地方，其实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哈，萧敬腾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很多摇滚的东西在里面，对对。所以你这张专辑还是以摇滚为主吗？啊，各式各样的摇滚，但是其实除了摇滚以外，还有 R&B， 或者是 Jazz， 对，或者是交响乐、古典音乐。你觉得当制作人跟当歌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边？因为我是做我自己，所以我会做得很开心。嗯，然后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的作品，嗯，更了解我自己的音乐。可是我不会说以后会去当一个制作人，就是去帮人家制作专辑。你觉得不会？不是我的事情。嗯，对，我只是帮我自己做这件事。我们开始突然变立体，飞了进去，穿越过时空，满街人群，戴上了耳机，频道的声音震撼了我，这就是海的四季交响曲。你在拍这支 MV 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玩，还是你会觉得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用很多的，应该是说 key 上去的一些画面。对，那事实上我是就是在一个绿色的布景后面做了很多事情。那你这样在拍了多久的时间？就是一天吧，弹琴、弹吉他、耍棍。其实前一阵子那个萧敬腾也在香港，对，他做了演唱会，在8月6号还有7号的时候做了两场演唱会。好玩吗？很好玩，演唱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嗯，对，很享受。那你的乐曲上面的安排，曲目上面安排有没有？我唱了很多的广东歌。你有特别在练广东歌吗？有啊，我不会，我没办法，不会讲，连听都听不懂。所以 really 真的还排个一点点傻妹。那你唱了哪一首广东歌？爱情陷阱。广东歌谁唱的？本来原唱是谁？谭咏麟校长。对，哎，你唱一遍。就抱着但默默默地赞美我的快乐，但愿再见你，只剩下伤心透露。对，快乐也算，也是摇滚的音乐，很棒。然后后来是不是你除了唱谭咏麟、谭校长的歌曲之外，你还有唱 Michael Jackson 的歌？对，英文歌。哪一首？ Black or White。要不然你帮我们唱一段 Black or White。 好。I took my baby on the side of the band, boys that girl with you, you're sweet one in the sand. Now I believe in miracles, and a miracle is stopping tonight. You're thinking that my baby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Black or White。好了，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他在这个萧敬腾在香港办演唱会的一些精彩的画面。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画面是他在内地办演唱会的时候，他内地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其实也唱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对对对，爱情买卖。爱情买卖。那时候其实下面应该还蛮多人都有很大的反响，是挺嗨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嗨是生气还是快乐，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会选这个歌，就是要跟现场的朋友
玩吧，哦，对啊，好玩，有一些交集，嗯，对不对？好，其实萧敬腾他除了最近在忙的演唱会还有专辑的宣传之外呢，他前一阵子也特别到了关岛去拍了一个写真集。你那时候就想说自己会去拍写真集吗？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一本书。可是你应该会知道自己哪个角度会比较好看，或者是哪个。这不是我知道，哎，这是公司说我好像哪一边比较。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说我的有痣的这一面比较好看。左脸，是不是？对。所以你最近还挺忙的，你看有《爱在关岛》这个写真集，然后又有专辑，嗯，在宣传，然后又有演唱会，然后你还有电影。对不对？杀手欧阳盆栽，你，因为你上次跟我讲说你要去拍电影，我有点不太相信。萧敬腾台词背得起来吗？结果后来我发现没那么难，因为他会分好几个镜头嘛，嗯，一句话可能分了两次、三次拍，嗯。那你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好，你在好玩吗？好玩，好玩，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要拍一点武打嘛，所以就学了武术。嗯，武打双棍，嗯，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好，其实那个杀手欧阳盆栽呢，我们今天也准备一个宣传片，因为其实这部电影呢，在台湾地区一上映了以后呢，马上就获得了5000万的票房，成绩很好，恭喜。但是呢，在内地的朋友们还没有机会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段宣传片，来感受一下萧敬腾当演员的魅力。我是杀手。按规定，我必须在7天之内杀掉。是哦，这么快？叫你别跑，让你别追嘛！我不是。你干，徐总，你要干什么？我们要演一场戏。杀手一旦接了单，就不能取消。欧阳，上！我的妈！看你刚刚第一句台词，我觉得讲的还挺溜。来去，好来去。哎，好像说，我是杀手，我是杀手，我在7天之内要把你杀掉你，是吗？对。你有 NG 很多次吗？好像还好，因为我背起来。导演对你还满意？他是挺开心的，我不知道。是吗？那你对你自己打几分？81吧。那如果说里面有一段你可以跟别人去搭戏的话，你记得是哪一段？我最喜欢跟曾爸爸的戏，曾志伟大哥，很进入状态，就不用，好像没有在演戏，很自然的东西。而且我跟曾爸爸的戏里面是，他是我的养父嘛，所以我们关系其实是很好。我们刚才再回头讲到哦，这个萧敬腾他全新这张专辑《狂想曲》，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狂想曲》这首歌曲之外呢，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好听的歌曲，那包括像说怎么说我不爱你，或者是好想对你说，以及我们讲说你，以及只能想念你，只能想念你是特别跟蔡健雅合作的，对，哎，那时候为什么会跟他？因为我是喜欢他的音乐，所以希望能够唱到他的歌。不过我们今天呢，这个萧敬腾他带了你特别唱里面的其中的一首歌曲，今天决定要唱哪一首了没有？只能想念你。那我们欢迎萧敬腾，只能想念你。失去的爱讨不回来，我还有话想对你说，舍不得来不及说，离别的话最难说出口，你会找到新的生活，熟悉我的难过，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爱就不要心去吧，祝你
幸福和快乐 ，Zulabay， 有天使在你身旁，就放心走吧。除了记得你灿烂笑容身影以外，只能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Beyonce 你喜欢吗？哦，喜欢。你喜欢，这个你就还蛮笃定的嘛。